古今戏文百年吟唱，一曲上下五千年，十年耕耘，唱将争锋，引领东西南北风。2022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转身回首，余音耳畔，这是一场怎样的邂逅？我是粤剧演员毛维涛，17岁开始正式踏上粤剧的这个门槛，已经从艺40多年了。我是上海粤剧院的原派花旦方雅芬，整整从艺应该说也有40多年了。我是影视演员陶慧敏，曾经是浙江省小百花的一员，我从事粤剧呢也有18个年头。我是郑云龙，很高兴来参加中国好声音粤剧季，因为本身我家里面有家人是搞京剧的，我跟毛老师有过合作，所以跟粤剧也算有一些缘分，这次是特意过来学习的。好声音其实是我们浙江卫视的一个大 IP 啊，期待着这个赛道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粤剧的美。粤剧发源于浙江嵊州，发展于浙江沉江，从落地唱书到女子科班，从山歌民谣到悠悠雅韵，从田间地头到都市剧院，粤剧在百年的善变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主要的地方大剧种。在粤剧界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粤剧的发展呢有三源一流。一流呢就是20世纪40年代初袁雪芬倡导的新粤剧运动，当时在上海一批红遍了上海滩的粤剧名伶舞台姐妹，他们也纷纷举起了新粤剧的旗帜。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前辈艺术家兼容并蓄，推陈出新，不仅留下大量粤剧经典作品，也逐渐形成了13个表演流派，粤剧舞台异彩纷呈。粤剧为什么那么美呢？因为粤剧的剧目，大多数它的代表作是爱情，爱情主题的音调唱腔，特别注重美。这个原因，豫剧的诞生地在江南，所以呢，像这样美的地方呢，容易产生美的音乐。当要创作《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那就想到豫剧里面各个流派里面最柔美的、最深情的，尹桂芳老师的演派，那吸取他最情感的美妙呀，这句唱腔。哒哒哒，其实我很多东西都是学粤剧里的。80年代初期，他真的有过那种万人空巷，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凌晨3、4点钟就有那种戏迷排队买票。我们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一次演出在人民大舞台，排队的观众可以一直排到西藏路上。小时候我就趴在那个台口，看那个台上的演员，就觉得哇，他们的鞋子好好看哦，还有个穗子一直在那儿跳，然后哇，他们头上戴了叮叮当当的东西，好可爱，我就好喜欢。对，就这么简单。我的小学音乐老师，他在小学的音乐课上面给我们放的不只是儿歌啊，更多的是粤剧。其实粤剧对我们而言，它就是我们童年的摇篮曲，也是我们故乡的散文诗吧。现在其实酒香也怕巷子深，找到那个让观众闻到香气的可能性。百年粤剧正青春，美好密钥已激活，一次古典与潮流的牵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栏目，让更多人看到年轻人更多的精神风格。真正在剧场里看过我戏的观众可能100多万，但是可能一场好声音可能就是几千万，这个传播度是非常大的。唱作念答，面对全方位的检视。你刚才第一句我已经想转身了，把我们带入到这种情景当中，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就是太惊讶，乐感特别好。首先是肯定听声音，
然后音准、他的咬字、他的行腔，一段只有短短几分钟的唱腔当中，能够诠释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嗓子好，宽厚，优点全部放出来了，声音条件非常好，点播绝对 OK 的，不一定就说十全十美的，但是我听到了他某一种我想选择的东西，我可能就会按下去。融合、跨越、尝试是创新的开始。哇哇哇！不，你不想，我想，来我这儿。我是搞舞台艺术的，可能我对舞台的一些设想，包括对舞台的一些认知是不一样的。那我可以发挥我的优势，就是融合。我想让越剧演员展现他们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希望你在我这儿能够发光发财。黄韵君老师是我的王牌，因为黄韵老师是吕派唱腔的一个传承人，给我一个在专业方向的一个保障嘛。怀揣梦想，心有微光，热爱让越剧之花盛放。你的精神太打动我们了，最美、最帅、最飒的那个。今夜不想让你再流泪。如果你是一个对越剧艺术有着坚定信念的人，就站上这个舞台。2022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大幕开启，有请四位导师。只是想看似昏沉，此去经验，自古多情伤离别，流浪人世间，听闻相依，今生难再见。冰冻
再相见，情长路短，咫尺天涯终须得见。这古妹妹，我好像是哪里见过的，认识了一部。哎，月儿啊月儿，你又出来找谁？我见你来心欢喜，今夕何夕？特别季，掌声欢迎四位导师，有请中国内地音乐剧演员歌手郑云龙，著名表演艺术家越剧演员陶慧敏，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方亚芬，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毛威涛。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善领先，感谢越剧诞生地嵊州市的大力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嵊州品嵊州小吃，听经典越剧，赏陕西风光。此刻允许我宣布2022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正式拉开帷幕，四位导师请转身，有请第一位学员登场。大家好，我是明霄，我是从2008年开始就是进入了那个小百花班，2013年毕业进团工作，一直到现在。那听说你的团里做外号李优秀，那既然大家叫我李优秀，我就让大家看一下我到底是怎么优秀的。肩膀高肩，在今天落在
曾，那我们已经前去不分，他要与我爱冷不加增，比色三合冰两层，他色一道撇似小王人，宋王爷在教堂把奴儿来问，牧的反而满红脖子很不争气，他色道杨林公本子他先生，他是宗保的儿子严造的曾，他爷爷不曾从我做太君，莫归我本子孩的娘亲。宋王爷听说他是杨家恩，我家在凡间这元帅营，做太君为不要轻松，他命我挂帅去平策生，我们也不为官而不为官，为的是大宋江山我总的命，叫那满朝文武宽一宽，才是此国邦朝臣。赚了，方儿也赚了。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各位导师还有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吕派花旦，我叫李云霄，我的老家是台州，今年29岁。我们见过的，对，我们喝过，一起喝过咖啡的，对吧？那时候我是评委，来看他们的比赛，完了以后正好在那个咖啡馆，哦，他们俩评委可以跟学员，不是，关键是谁请客，啊，谁请客？对，啊，我请客。哦，你请客，那可以，那没问题，那没问题，是吧？那没问题，对对对，今天发挥的不错的，但是我还是在后面静静的欣赏了一会儿，我想听听你唱那个清版的时候会不会稳得住，然后那个高腔能不能翻得上去，都非常好。嗯，谢谢王老师。虽然我不是唱吕派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哎，这声音很好听，声音好，音色特别好，音色非常好，还有一个为什么呢，我跟你一个分享啊，2019年我曾经在那个北京人民大会堂，我唱的就是这个穆桂英挂帅，把我紧张的不行，我练了一个多月的声啊，因为我20多年没上台了嘛，就特别特别紧张，那年呢我又是53岁，哎呀暴露我的年龄了，53岁又出征，对对，穆桂英出征，我说哎，我陶慧敏我再出征一下，因为我有这个联系，所以我第一个拍的，确实他也很好啊，哦，所以我第一个拍。谢谢陶老师，因为这段唱是比较对一个花旦演员来说是考验的，声音非常好，但是我想跟你提个要求，我们说演员就是为角色服务。你那一段唱是穆桂英53岁出征，你现在呢唱得过于清丽了，声音非常通透，但是要唱出穆桂英的霸气，53岁又出征的那个霸气，现在这方面呢稍稍欠缺了一点，所以说我要听到最后，我要听到你53岁又出征，这个出征的征字，这个力度是不是上得去？
那所以我是吕派是应该说粤剧的旦角里头最帅气的一个流派唱腔，他是就是在阴柔里头他有帅气，而且李云英老师他是以塑造人物见长的，他可以演小红娘，又可以演那个穆桂英，可以从年轻的演到老的，所以说我们在演唱曲调的时候唱腔的时候也要从人物出发。是，对，就是其实就是方老师说，就是声音要有塑造角色的能力。 对，其实这个也是需要长期的历练和一些自己的一些修炼。对，但是我觉得他条件特别好，音色特别好。那我想经过舞台的不断时间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肯定会越来越好，看好你。谢谢方老师，谢谢各位老师。云霄特别用功，特别努力，只要团里有一点假期，他会自己主动的去自己花钱啊，他不跟团里说，他会跑到别的剧种去学习，然后他学的最擅长的一个就是他的长水袖哦，八尺长水袖。从练水袖到现在其实已经快十年了，那个时候是艺校的陈金矿老师教我，但后来为了除了这个水袖的收放之外，我觉得那个秦腔他们的这个水袖花的技巧也特别好，然后我就到秦腔的对找齐爱云老师再去学了水袖花。他说以前是水袖玩我，他练的手受的很多伤啊，现在是我玩水袖。那是不是可以展示一下？对，我很想，我想看，展示一下。好。这个太棒了，这水袖是很重要的基本功啊。那今天他还没唱呢，他平时这样一段以后唱开唱马上就。其实跟音乐剧有很多相类似的相通的地方。对，其实我们基本功都是一样的。大鹏老师，你要不要上来感受一下这个呀？对呀，我上来学习一下，然后你能加入我的战队吗？啊，要不你先来上来感受一下，让我感受到我们俩的默契吧。这也太难了。我看着都难，这就是我们把它抖起来，先把它抖成一块片状，平整的往后退，对，轻轻往后退，当它成片状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把它的尾巴挑起来，然后全部握在自己的虎口里面。虎口啊？对，手心朝上抓，用手去抓它。我为什么？我们再试一下吧。我们先把它抓起来，来，我跟你一起这样抓。我们等一下，我们把它往最上面抛，好不好？往正上方哈。我先坐一下，您看一下吧。一、二、三、一、二、三。啊，非常好，非常好。那我可以试试吗？可以。您肯定没问题。我想试试啊，我是肯定献丑的，没关系，反正玩嘛哈。要向年轻人学习。唐老师，让你感受一下最前面，你别动啊，来，一二三，调，
就是要扯到这里的感觉，要把劲用到这个最顶端，就这个顶端，对，然后你相信我，这次你一定可以跳起来，预备，一二三，走。好了好了好了，第一转奖，谢谢谢谢。好，于江，选择权在你手上。对，我也练半天了，反正甩了一身汗。对，那个，因为陶老师是我们就是原声带的花旦老师，然后其实我，就是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真人。哦，对，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对，其实我有点小粉丝心态，而且刚才可以一起跟你在台上互动，我就很开心。来吧，来吧，来吧，来吧。但是我有个但是的嘛。但是，我还是选择马老师。拍到了。余江。控制一下，其实很开心，开心要飞起来了。我真的啊。因为老师能够找到一个自己非常心仪的学生，是真的会打动人哈。嗯，我们看着都热泪盈眶了。哦哟！有请下一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青年原派花旦赵新宇，今天表演唱段是越剧《断肠人》，断肠人越想越断肠。加了一点自己的小爱好在里面，我想把它拿到咱们中国好声音来，就正好也是用不同的方式打开不同的舞台。这么有名吗？啊，这么有名啊？什么情况？嗯，这也太好奇了。
四位老师好。你先自我介绍一下。老师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原派花旦赵新宇。原派花旦就是你们院？应该是弟子吧。他是青年团的，他们同学当中最年小的。对，我是最小的一个。我今天一转过来我吓一跳，因为他平时都是一个乖乖女的打扮，马尾辫，一条牛仔裤，一件 T 恤，今天啪但是呢，早期的四公腔的唱段用现代的乐器来弹唱，他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年轻人真的是多方位的，他琵琶也弹得很好。哦，你以前小时候学过这个是吗？对，学过乐器是吗？我小时候是业余琵琶考出十级，这吉他我没怎么学，基本上手指上面其实按下去就有数了。特别好，就是整个编曲都是你自己做的。 是这样子的，老师，因为断肠人真的很经典，很经典的四公腔，所以在跟编曲老师沟通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能不能把发咪拉嗦拉哆，就这个旋律我想自己弹，就是把它保留住，虽然可能用吉他弹单音会有点呆呆的，但是我想把它留着，没有什么违和感，特别好。其实我刚才不是太早的转，我想就是我说这孩子怎么玩呢，我心想一转过来把我惊到了，你知道吧。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我本身首先就很喜欢你们老师，然后是爱屋及乌，确实你也唱得非常好。其实我坐在后面，我是想很想享受一下听完你唱完再转过来，因为你的原派唱腔也唱得非常好，正宫正调。我们往往会创新，好像不要传统了，创新恰恰是要有资本的。玩了把吉他来唱这个，假如说你的原派唱得不好，我也不会转身的。对，老明老师说特别对，古典艺术传统艺术不能随便的改啊，不能随便去打破，它有一个好的基础，才能创造出更好的东西来，才能让走得更远。你这个改编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我希望你能加入我的战队。谢谢老师。大龙老师可是第一个给你转身的，你没注意啊？哦，你太投入了，不敢看，哈哈哈。因为他的那个刘海正好挡住了我。他刚才做的那个角度，对。我觉得新宇啊，我希望啊，下次你在弹的时候，能够把四公腔的这个旋律，哒滴哒噔哒啦哒滴哒滴哒啦哒啦哒噔哒噔哒嘞哒啦噔噔哒哒啦噔，这种感觉再强调一点。这个任务交给大龙去嘛，大龙会帮他编啊。这个叫他自己，他毕竟不是干这个的，我不是急嘛。我不会吃醋的哈。你选择吧。我说实话，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天各位老师能转都给你转是吧？谢谢老师。那我最后的选择是。我知道了，你给我不要给做一个叶医师老师，对不起。对，郑老师。其实粤剧我觉得也很像国内的音乐剧，说不定会能擦出更多火花。他做出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跨界和融合，这个还真让我眼前一亮。谢谢你选择我，谢谢，唱得非常好。哭了吗？纷纷公主，不要这样啊！纷纷公主，啊，眼泪纷纷。一个演员，他有一种好的空间，好的发挥。我们看到新的一代人的一种新的成就，我觉得特别开心。有请下一位学员。上场之前还是有点激动的，还是有点紧张的，还是有点期待的，希望心目中的那位导师能为我转身。我的声音有魅力，一定可以成功。
李青介绍一下你自己啊。各位导师，我叫陈艳萍，今年40岁，来自舟山市青年越剧团。我龚晓生，主要学的是流派、徐派和范派。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今天有没有导师为我转身？你看到我们有没有为你转身啊？非常遗憾，我其实有点紧张，因为我看不见各位老师是否为我转身。因为我是一位盲人。啊！你好，我叫郑云龙。郑老师您好。我为您转身的时候，我是从您的声音里听到了您对这个舞台的热爱，但我没有想到您是眼神有点不一样。那是什么时候这个有这个？是从小就这样？不不，我是在20多岁的时候，我之前学的是医学，然后在20多岁的时候，突然被检查出来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眼睛疾病呢，现在世界上还无法治疗，是一种绝症。那你是现在完全一点视力都没有吗？一开始检查出来的是有，但是这个眼睛是属于会随着年龄就是时间的推移吧，推移它会到最后都变成看不见。现在的话我是看不见周围的。那你是什么时候就是喜欢上越剧的？是我眼睛不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学医学嘛，然后毕业以后眼睛突然不行了，也不能上医院工作了，然后呢在家里待着非常的郁闷，家里人动员，医生也动员我，让我去经常性出去运动运动。那个时候视力还行，那么就是有时候路过公园啊，或者是一些锻炼场所，听见一些老阿姨在唱越剧，我觉得挺好听，问了他们一下，然后他们说这叫越剧，那么我就去了
因为二十年前还是碟片 VCD， 店里边去找那个资料，VCD 上面有一张剧照，非常非常的帅气的一位小生，然后我就把它买回家了。那个剧目的名字叫《胭脂》，那个演员非常帅气的演员，让我到现在就是深深喜欢了二十年的演员叫毛卫涛。哦，这次我到这里来，就是有一个心愿，就是想见见毛卫涛老师。我想告诉他，不管他变成什么样，他都是在二十年前留在我心中和脑海当中最最帅气、最最漂亮、最最动人的那个毛卫涛老师。谢谢你，谢谢你。啊，我。您今天德月隐藏了，毛老师就坐在您的正前方。你只要手抬起来，正前方他就坐在你的前面。让毛老师说一下您刚才的表演好吗？好，我其实刚才在听的时候，我觉得你的音色，包括你的整个声音的质感，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就觉得可能就是你是一个非专业的演员，我能感觉得出来，在听的时候有一些润腔的处理，有一些音准的问题等等。但是我没想到是你是在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当中在演戏，而且他唱出了徐老师的那种内在的一股劲儿。对对对，就有的人唱徐派他就是比较柔，但是你抓住了徐老师徐派的一个特性，尽管说可能有的唱的没有到位，但是听出来你是用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揣摩这段唱。对，因为像我们盲人学越剧的话是看不到各位老师的嘴型，还有就是说我们的歌词儿、戏词儿的话都是靠听的，所以就是可能模仿相对来说会好一些。我能问一个问题吗？那你现在上台演出吗？还是就是这样子业余爱好？我上台演出，我是学了越剧以后自己组建了一个公益的，以票友年轻票友为主的一个公益演出团队，叫舟山市青年越剧团。然后呢，我们主要呢是下海岛演出的，我呢自己也是参与演出，但是可能大家有点奇怪，我这样怎么参与演出？经常性会说到一句话，用脚去丈量舞台。我每次上台的时候，就是演出之前都会用我的脚步去丈量一下舞台有多深有多宽，然后用手去摸一下道具放在哪里，距离我的脚步在哪。应该说人家可能练个10遍100遍，我可能要练上1000遍走上万遍，这样子才能精确无误的让大家看不出来我是一个盲人。应该说是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天是塌下来的。然后呢，我就是通过唱越剧、学越剧，认识了很多我的小伙伴、小朋友们、小姐妹们。那然后他们知道我的眼睛逐渐下降，怕我就是在家里闷坏，他说没有眼睛没关系，我们就是你的眼睛。然后带着我去下海岛、下乡、进敬老院，为我们的越剧戏迷演出。我们是舟山群岛嘛，群岛，对对。然后因为我们有时候是没有码头的，就是船是随着海浪把船推向就是岸边的时候，那一刹那我们是一跨而上、一跃而上的。那么像我就比较困难了，没有瞄准，经常性会掉到海里去。是吗？所以就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对，所以就是为了这一点我学会了游泳。我在想那好歹也不能就是出这样的状况在路上啊。虽然说眼睛不好，我还是希望我的艺术之路、公益之路能走得更远一些。所以呢，我是被公益一直从、就是、你是被爱包围着的。对对，被爱引领出来的。所以我有能力的时候，我还能做到的时候，那么我想回馈社会。舞台上的灯光啊，对我的眼睛刺激非常大，也是加速了我视力的下降。但是我实在是太喜欢舞台，太喜欢越剧了，所以能在舞台上多留一刻是一刻，哪怕是失去我最宝贵的光明。
你说的太好了，大龙。哎呀，我听了他，我就想到了你主演的电影《流浪文英》。你的尽管我们这个电影肯定是角色是虚拟的，是小说家自己笔下创作出来的，但是没想到就是垂髫就跟这位选手有这么相似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对，那您对声音传递出来那种能量和热爱是源自于您的一些故事，说这个故事非常打动我。我很热爱舞台。对，我知道，我能感受到。然后我想跟您说，我很荣幸您能加入到我的战队，然后我知道您很崇拜毛老师，您跟毛老师有这么一个缘分和故事。我也是毛老师非常好的学生，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有很多的交流，然后我也希望给你一个你满意的舞台。谢谢郑老师，听你这个故事特别的感动。谢谢。因为你自己身体的这些原因，而且你还不停地在做公益，我就特别的感动，真的是为你的行为点赞。谢谢。你的精神太打动我们，你们的这种坚持也是让我们坚持下去的。刚才听你说是因为看到了我的胭脂的一张照片，对，我也挺高兴我的这个形象胭脂的这张小生的这个照片，给了你一份力量，让你能够去选择现在走这个公益也好，或者说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表达你自己的情感，自己对人生、对世界、对社会所有的感悟，我特别特别高兴。然后我也感谢你，感谢你今天你又给了一股力量，我想过来跟你拥抱一下。太好了。谢谢你，真的真的特别感谢。王老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您在很早以前20年左右吧，孔乙己刚刚就是演的时候，在我们舟山陆军旅堂，是的，您的戏我是每场都到的。中间的时候我看不见您了，然后我就坐前排，再看不见您的时候我用望远镜，再看不见的时候我就坐在现场听您唱。我觉得我们不要伤感，我觉得特别高兴。为什么？在他心目当中，我永远是那个以前的那个，永远那么帅，那么年轻，对吧？是，你是不是觉得我永远是那么帅的？最美、最帅、最飒的那个。谢谢，我一定继续飒下去，继续帅下去。您能等会儿给我合个影吗？可以，没问题。再给我签个名补上行吗？可以，一定。谢谢。你们几位要来吗？好，当然一起好吗？一起吧。你老师们先来。好，黑暗本来就会让人恐惧，他都能这么多年去勇敢地面对这个黑暗，所以他是多么强大。那他什么时候会变得软弱，什么时候流泪呢？当他知道毛伟堂老师在他正前方的时候，他那一刻才流泪，就真正能融化他、感动他的，真的是他内心最热爱的那个东西。所以这个让我非常非常感动。欢迎下一位学员登场。大家好，我是张亚洲，我4岁学戏，6岁的时候就已经四处登台演出了。也正是在北京中国少儿戏曲艺术比赛中，我第一次见到了毛老师。从那以后，我立志要进入小百花，成为像毛老师一样的艺术家。平日里大家总说我内向冷酷，到这个舞台，我想用实力证明什么叫人狠话不多。想那年今
看新郎子引派小生，特别像那几个。这个是我的腔，是我演的戏。您的戏。先招了吧，我抢的比你早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叫张亚洲。等一下，我有点紧张。我叫张亚洲，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引派小生，今年28周岁，老家是台州黄岩。我很感兴趣，你这个发型是为什么要这样留？我是今年参加2022年的浙江省新松计划青年演员大赛，然后饰演孔乙己一角，然后我剃了这个光头。是老师要求你剃呢，还是你自愿为了举这个角色剃？那是不一样的。我自愿的。其实当时老师听到我说我要剃头发，他说：“亚洲啊，你其实也没有
一定有这个必要，也不用太较真。你也剃过光头的呀？对，对吧？我也是，当然也是孔乙己啊。对，孔乙己，我就觉得当时他说要剃光头，我也挺感动的，因为我当时也是可以不剃，但是我们那时候的这个技术还是有一点假的感觉，然后我就说剃了。现在的化妆技术很高了嘛，所以我就觉得这孩子身上是有这个着劲的，我还为了这个还专门给他送了一本书。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我说你好好去，要去学习。确实那一次比赛当中，决赛的时候，评委们说突然杀出一匹黑马来，说是没想到他能够挑战孔乙己这样一个角色。真的，其实做演员都是需要一种执着的精神，还有一种舍得放弃自我。很多人跟我讲，范，你以后求求你再也不要演祥林嫂了好吗？最后一场实在太丑了，你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扮成那么丑的？我说我是最美的祥林嫂。我说你们觉得祥林嫂丑吗？你要传递给观众的是一种可信度，她就是应该这样的。所以说我是能理解的。就别的不说了，我早就包括后面几轮，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想让越剧演员展现他们更多的可能性。我是今天第一个转过来的，你到我这边来，我可以帮你一起演戏的。那毛老师他演小生的，你也演小生，学嘛，随时随地都可以学的，对吧？对，就是，都是这样，再考虑考虑这个。亚洲开始这样动真了。就是。大龙老师是我们从艺人的榜样，也是音乐剧的佼佼者。然后我其实也是挺想就是能够借这次机会也跟您探讨一二。那就别留遗憾。然后方老师，我觉得您一直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女王。谢谢你，所以说你还是到我这边来吧。你做出决定吧。我来这个好声音，其实本节目由中共嵊州市委宣传部嵊州市文广旅游局特别支持。梦里桃源不负江南，本节目由嵊州越剧小镇特别赞助。怕油烟就用森歌集成灶，本节目由森歌集成灶赞助播出。你做出决定吧。我来这个好声音，其实我就是为了毛老师来的，因为毛老师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叫老师在的地方我都想追随你。好吧，那就来吧。谢谢。继续加油。激动、高兴、惊喜，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四位导师都能同时为我转身。首先当然是很感恩也很感谢他们，其次的话我还是想选择我心里最明确的那个方向，我还是会选择毛老师。真是，你看我尽管第一个转过来，我就不说话了，你看我都不努力了。我的人生走到了瓶颈，真的。怎么样好了？亚洲其实挺合适你的团队的。对，他要是跟着你这一块，他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对，我也特别喜欢他。因为他跟我性格有点像，就有的时候很轴。对，是的。谁的话也不听，就是我认为我认定那个东西，我一定要去做，而且我要把它做好。他曾经我跟他讲过唱腔，我觉得他声线应该唱范派会更好。可他就是很认毛老师，他就要唱尹派。这也是好的。对，我也很敬佩的，挺好的。有请下一位学员。我生活中呢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要么就特别安静，在那里一句话都不讲，要么就是非常的话很多，话痨型。可能生活中像小兔子，在舞台上就像狮子，大家就期待一下吧。为了我心中的戏曲梦，好声音我来了，加油，张山维。
世界苦，我怎样对得起侬老花镜？我为了侬高玉宝贝，托那个娘去陈山林。东当听，哎呀西当听，当听到父王人家语语一问。举子夫在马家门，马家个一门三举人。阿暖阿暖是到马家去做你祖娘个子一早当兵。这里狗上娘与辈，四季在永翠阿林。娘家侬生出了只红皮箱，只只青得满人人。娘家侬死了八条绣花皮，蓝色针织棉丝啊顶。梳妆台个紫参同，都是小子与春灯。红木面上放花灯，冬天老虎子亮晶啊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张山维，来自浙江舟山沈家门，我是南京市越剧团的一名青年老旦演员。我为什么会转过来？因为我听到了，几乎就是像还原了周宝奎老师的那个手心手背都是肉啊，《红楼梦》里的贾母啊等等。但是当我转过来，我一看到你本人，那个反差实在是太大，我以为你是一个非常老练的一个演员了。今年我今年25岁。哦，我是在省艺校毕业的，是于慧珍老师教我的。啊，然后于慧珍老师是我们的同辈的，所以我就一直在强调，就是一个剧种不能够仅仅局限在才子佳人，他应该是流派分成，行当分成。当听到一个哇那么好的唱周派的一个老旦的一个声音，几乎就是流畅，我就不经思考我就按下去了。嗯，谢谢毛老师。我跟您的感受一模一样，听的时候我感觉你的表演特别生动，特别多彩，然后就特别想转过来看看你加上表演之后的一个表演状态，我特别喜欢。谢谢大龙老师。那个小姑娘，我想问一下，刚才我跟雅芬是同时啊，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反差。我觉得你其实有一个公主梦的是吧？但是你为什么要选了这个彩蛋？我就是其实有个故事，就是我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我是学花旦的，刚还没有分行当。后来就是于老师就是来找我，就我们要分行当了，他说，山维啊，你
你有没有想过想要改老旦啊？我那时候其实是很抗拒的，因为我那时候才十几岁，谁都想演漂亮的，我不喜欢就是在台上还要演人家妈妈，然后又要扮丑，然后还要画皱纹，就觉得好丑。我为了改老旦这件事，我还哭了好几天。后来于老师讲，小生花旦一抓一大把，但是老生老旦可能就没有几个，你就是可以独挑大梁的。后来我就被他说动了，他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好演员。从此以后跟着于老师学那个老旦了。真好。很冒昧的问一下，你知道这段唱的原唱是谁吗？这段唱的原唱是上海的那个小白玉梅老师。对对，小白玉梅老师他也是一个艺术世家，他的父亲是白白玉梅，他是这么一脉传承下来的。而且小白玉梅老师他原来也是唱花旦，后来才改成了老旦。我希望你去听听那个小白玉梅老师唱的。我在听的时候，为什么我一直闭着眼睛？你唱得很好，很生动，但是呢我就觉得你可以唱得更好。小白玉梅老师他的发声有自己特点。我喊我外比个林青弄你滴滴可可唱翻拉丁，他就有点像说话说唱，而且说唱形式的。而且呢是我们老艺人他有一个很大的本领，就是轻板，就是没有伴奏，只有那个打板的。如果你今天能够全是轻板唱会更棒。你去听听啊，会对你有很大帮助的。好的，谢谢方老师。他的声音也特别好，是吧？对对，节奏感也好，节奏感好，声音特别的音域特别的宽松。老师，你们说到我的声音，我就是自告奋勇一下，我今天想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一下我自己的歌喉。太好了，好。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太好了，谢谢。我建议你不要走，明天好声音也在这录，你可以你直接上好声音吧，你可以可以来试一下。对对 对, 对，特别好。我就在想，你这个调起的不低的，我就想对，哎妈呀，我心里想，哎妈起高了，起高了，哎妈起高了，小身材大能量，对，我江湖人称高音炮，江湖人称。而且他特别自信，特别享受舞台。因为我毕竟行当的原因，不可能是一直演主角的，然后这个舞台就是给了我，等于说就是像有主角光环一样，这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舞台，我就非常开心。其实我今天就是到这个舞台，我有个愿望。我为什么来参加这个，其实是因为我的外公，因为我的外公从小对我很好，我也是外公外婆把我带入这个越剧的这一行。然后我外公现在快80了，他的耳朵一年比一年听不见了，我怕我要是再不来参加，让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的话，我怕他听不到我唱的声音了。我想在他80岁生日之前给他一个惊喜，让他在电视机前能够看到我，因为在我们家乡上电视了都很光荣。这是你送给他的一份最好的礼物，最孝顺。好孩子，好孩子。特别打动我，很少会听到是在我想送给外公一个礼物，是我想尽快的让他看见我。很多人有很多很多遗憾，是因为没有办法再让你的亲人们看到，你做到了。谢谢大龙老师，我超喜欢你的，你太帅了。马上就笑了。那你来我的战队吧。你就像王
王子一样。哎呀，你是公主，实现了公主梦。还有马老师，我也很喜欢你，我从小就是看你那个《舞女拜寿》启蒙的，然后那你就一定是演杨妈妈对吧？对对对，对不对？那是演我的婆婆了。对，还有陶老师也好看，反正是没有大龙那么帅。没有没有。还有方老师，你的原派，我特别喜欢你的那个祥林嫂那一段，那个抬头问苍天，我特别特别喜欢。我知道了，你喜欢丑的。没有没有没有啊，人家喜欢王子、啊、喜欢帅的呀。我祥林嫂前面还蛮漂亮的，后面抬头问苍天，因为我觉得这一段特别有深度，特别有层次。其实我刚才说，我说我希望我们的越剧能够有不同的行当，不仅仅是有小生帅气的小生、美美的花旦，还有其他的老生啊、老旦呐、啊，甚至彩旦啊，就是有不同的行当来呈现。我很希望你到我这儿，孩子，我不给你压力好吗？你自己选择。不，你不抢，我抢，就来我这儿。好吧，毛老师退出争夺了已经啊！我不是退出，希望你来呀、啊，孩子，我希望你到我这儿来。那你选择吧。我的选择是。大龙老师。谢谢谢谢，来，谢谢，特别棒。我很高兴。最近的活人了，我们都活的，真好啊，真好，特别好。可爱的性格啊，小公举，小公举，太好了。导师转身那一刻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然后我想对我外公说：“阿公，我是 Lisa， 我来做了第一次国好声音的比赛。”等我回家，我来听侬啊。有请下一位学员。最早接触越剧，其实是因为外婆和妈妈他们以前就很喜欢听越剧，其实是在他们身边耳濡目染，自己也感受到了越剧的魅力，慢慢开始喜欢上了越剧。超越自我，展现自我，在未来的路上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加油。
为何粗冷断又曾不测杀宝色龙王魂好发生鬼烈地总之后皆精神精精神啊虽是千错交往灵魂会当枪匹马不老关系不老关系介绍一下各位导师大家好我是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韩梦莎主攻范派小生今年21岁哦好小你就是星松比赛当中演吕布的对吧小燕的对吗嗯是的马老师我记得我给你打了非常高的分谢谢马老师而且我特别喜欢你的那个技巧就是那个林子宫、嗯、啊特别棒你们可能没看过我没看过就是小燕的吕布啊他、嗯、就是戏貂蝉他有一个我们传统戏曲当中的有一个林子宫他这个林子宫他就是拿这个林子去调戏那个貂蝉啊他才21岁但是唱腔也很老道表演也非常的好尤其是让我看到了一股特别青春靓丽那种样子我是确实是我不像毛老师那么了解这个戏哈但是呢我就从这个声音当中我能听出一种很帅气呢这个小声应该会是哎很有力量很干净很干净唱的也很干净所以我转身的谢谢各位老师我觉得你21岁你在学流派的时候你肯定是跟你阿花老师学的对吧跟吴凤花老师学的但是你没有去模仿吴凤花老师也没有去刻意的去模仿范瑞娟老师而是唱出了你自己的一个是范派的但是根据你自己的嗓音的这点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值得就是能够保持下去转过来之后我在看你的口腔的表达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这个是玩笑话啊唱范派必须唱到小舌头要看到智齿要露出来就是那你怎么可能呢但其实范派并不是这样的你没有去故意的夸张我们所谓的就是范派的特点我希望你以后也能保持下去那愿不愿意给我们展示一下林子宫看你的林子你有带来吗我带来了我就放在台旁边了、啊、太好了、哦、给我们展示一下好的是不是特别累脖子开始练的时候就是脖子这里是僵的就特别特别酸、嗯、然后到后来其实脖子就是开始习惯了可以承受这个力度和重量的时候就感觉也还好那你们有什么特殊的拉伸的方法吗就是练完功回去转一转因为我觉得我们戏曲可能不管练什么技巧都是有这样一个从无到有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就算酸很痛但是我们还是会选择坚持是有时候就忍一忍就过去了对吧是的
这个林子宫也是属于我们传统戏曲当中四宫五法当中的一种吧，但是它不典型啊，不像小生扇子水袖必须要用这个，它这个有的戏里头是需要的，有些戏里头，所以这个技术非常的难练，要下很深的功夫才能去练。因为我们在舞台上面，你如果平时不练功，台上观众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们有句行话叫一天不练功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功老师知道，三天不练功观众知道。对了，哎呀，你就刚才那几下吗？还有别的？本来还有前面是和貂蝉，他前面是戏貂蝉的嘛。对对对，因为我现在一个人有点尴尬。哎，不尴尬呀，方老师。方老师不够美，你赶紧邀请。那我太，那我怎么你跟我说啊？太荣幸了，你是不是要来调我？调我完了以后，我再这样，嗯，对，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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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是不是这样？对对，你往前，我往后，对吧？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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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对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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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是不是？啊，对对对对，太好了，太好看了，没有被我们毛老师考倒，太荣幸了，居然能跟方老师。今天你调戏了一下方老师，调戏了一下方老师，在全国人民面前大胆。我很高兴被他调戏了，僭越了。那现在到你，选择权在你手上了。你别忘了，我也是小百花的原声带哦，我可是跟毛毛老师是一代的。我知道的，那个舞女拜寿，我们小的时候都看过。我刚刚被你调戏过了。那我就不说什么了，我就觉得不给孩子压力。不给孩子，不，我们开玩笑啊，没事。就是觉得三位老师可以说是犹豫纠结，然后也可以说成是贪心吧，就感觉三位老师选不好。然后我想一想。是这样吧，因为他们两个都在越剧界，你会经常见到的。我这个呢是偶尔是来串一下的，我估计这次机会很重要啊。那我的选择是本节目由中共嵊州市委宣传部、嵊州市文广旅游局特别支持。怕油烟就用森歌集成灶，本节目由森歌集成灶赞助播出。梦里桃源不负江南，本节目由嵊州越剧小镇特别赞助。那我的选择是陶慧明老师。好了，好，祝贺你，祝贺你，努力啊！哎，好。开心吗？见你们是随时的嘛。哎呦，哎呦，好像我今天坐在这里是陪客哈，没有，好戏都在后面。对。我感觉下一个就可以，没关系。欢迎下一位学员登场。有很多观众都说我是行走的 CD， 老师们也夸我是金嗓子。在这个好声音的舞台上，我相信应该会有导师为我转身。好声音，我来了。名家吗？有戏迷的。
好像独醉美女生涯被艰辛阳光怎能我一辈子在天桥生绿浪彩云雪与娘一般同落子关妖魔去林中上为跳车地摊等绿荡只需要自己将对你我介绍一下吧。各位导师好，我来自上海，现在在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江越剧团工作，我的行当是花旦，主攻原派。我觉得他非常好的诠释了这一段唱腔，一个沈凤喜非常年轻的一个小姑娘，有点忐忑的那种心理，而且她的声音特别的好，但是今天有点紧张吧，有点紧张，他的声音还没有竖起来，有点塌，但是我觉得不影响，我还是非常喜欢他的这个音色，特别好。谢谢方老师。我觉得他的韵味很好，既有方老师的一点味道，但是又有地地道道原派的很特色的那种小腔，润得非常好，音色也非常漂亮，你不是刻意的在模仿，这一点特别好。谢谢毛老师。你是有人影响喜欢越剧的吗？还是？对的，我妈妈。妈妈，哦，是越剧演员吗？我妈妈不是越剧演员，她以前考进过京剧团，但是呢，没有成为演员，所以她很希望我能够成为演员。是妈妈的梦想加在你这儿了。对对对，我小的时候呢，我妈妈呢就喜欢唱越剧，曾经考进过京剧团，但是当时呢是。我外公比较反对，所以他后来呢就去做了妇产科医生，也是受妈妈的影响，后来呢我去学习了越剧，可以说是圆了妈妈的一个戏曲梦。我这有影派小生啊，咱们来个圆影搭档。王静，我跟你讲，你不要听他的，他们现在战队里面都有人了，老师现在还是零战队，老师孤立无援现在。老师就说你来的话，我就是首秀，你看着办，你就在等他了，意思。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空间啊，不一定他局限于唱越剧唱得好，让他有更大的空间展现他的才能。那就先展现一下才艺，好吧？我其实有准备邓丽君的歌曲。你准备邓丽君的歌曲？因为郑云龙老师不是演过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对对，很多年前。不知道能不能跟郑老师合唱？
你先说哪一首歌，我先知道，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月亮代表我心，你一定会唱的。啊，怎么我还要表演才艺这个？来吧。你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谢谢。非常棒。可惜大龙老师没给你转身。对，我自己先冷静冷静一会儿。那你做出你的选择吧。妈妈今天会来给你助力吗？她来了。真的吗？对，参考一下，听听妈妈。你好你好。四位老师好啊。妈妈帮他参谋参谋吧，选择导师吧，选个导师啊。嗯，那我选那个肯定是王静，也是心里想的一样的，应该。嗯，那个来吧，我的选择是马芬老师。特别的高兴，可以说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我心目中最想选择的老师就是方雅芬老师。他的磁带我每盘都有，他出的 CD 我也每盘都有的，就是像女神一样的。上新华网搜索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关注节目精彩内容，上微博参与粤剧好声音话题讨论，一起感受粤剧之美。微博搜索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话题页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和微博网友们一起边看边聊。关注新浪娱乐与新浪综艺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节目精彩内容早知道。感谢中国蓝新闻客户端、中国蓝 TV、 蓝莓联盟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看戏剧上抖音，关注中国好声音粤剧特别季，锁定抖音直播间，精彩好戏不容错过。